十日，华藏卫视于台大体育馆举办清明祭祖报恩30纪念法会，常年陪同上进下空老和尚奔走于世界各地的陈总裁，为缔造世界和平、化解世界灾难不遗余力，更为了贯彻老和尚的理念，起始台湾百姓与社会趋于安定和谐，相继设立华藏电视台、世界电视台、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基金会以及北中南三地的华藏卫视念佛堂专业辅导员培训班，不仅落实儒释道教育在台湾全面扎根的推广工作，更促使古圣先贤的智慧与经验对现今世界做出最大的贡献。报恩祈福30纪念法会，那么呢，各位都知道，我们这个法会已经在这里啊连续的做了好几年了，各位也都可以感受得到，好像我们的这个啊法会最近嘛，我们从88水灾那一年开始，我们大概北中南。我们三个地方啊，我们大概都是会定期的啊，一年啊，比如说是台北，我们这里是每年三次，这是由来已经有好几年了。那么呢，高雄我们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啊，我们有继续的在做这个30纪念法会。各位有没有感受得到，最近这两三年来，台湾呢对于这个天灾好像平静多啦，台风水灾好像跟我们比较没有缘，是不是这样子啦？第二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修啊，真诚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心，我们慈悲喜舍，我们修的是啊善心、善言、善行。所以呢，就跟啊台风、水灾啊这些啊天灾，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都是因为这个贪嗔痴所感召来的。那么我们大家贪嗔痴少了，我们大家善心多了，那么我们当然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天灾嘛啊就会减少了。可
是呢，最近呢，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呢？台湾社会好像很乱，对不？是不是安尼？较大声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忘掉了。这个大经上，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只是我们大家都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大经上面啊这样跟我们讲的。可是呢，我们有听吗？是有听，有没有懂呢？我想应该没有懂，有听没懂。所以说啊，人不学啊，不知道，是不是安呢？这是《礼记·学记》里面所讲的。所以呢，大家啊都会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在这个雍正上谕里面，老和尚常常讲的，在一个地方有100个人的话啦，那么有一个人修行，他的这个福报可以庇佑这99个人。也就是说，一个地方有修行的人，修行的人越多的话，那个地方就会越安定越祥和。但是呢，是要有真修的。如果修行的人呢还是莫名其妙，修行的人呢自己还是起心动念，修行的人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做自性本具。各位都知道什么是自性，这个儒家大学之道，大学呢就是啊，这个孔门呐、啊入学的话呢，大家要修行德行，一定要从《大学》这本书修起。所以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那么呢，一定入门的话，要先从《大学》开始。《大学》就是在教你修德行的。一个人智慧再好，能力再强，如果德性不好的话，是反而会造更大的业。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现象。我们现在的社会缺少一个字，缺少哪一个字呢？缺德这个字。所以现在的社会是缺德，缺道德，缺伦理，缺因果教育。各位都知道，当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事实上他是有次序的。他一开始讲了12年，12年是讲阿含经。阿含经是教什么呢？就是教伦理道德因果教义。那么接着呢，才会有8年的方等。方等是什么呢？方等就是大乘教义、大乘经的先修班。那么呢，阿含经等于就是帮大家要打好基础，你要把道德、伦理、因果都要搞清楚，都要明了之后呢，那么你这个根基打稳了，那么你再来啊，还要有先修班啊，方等8年的方等，那么总共呢20年，就是要大家打好基础。但是呢，佛教传到了中国的时候呢，在唐朝的时候就直接往大乘佛法。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佛法还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兴盛呢？因为小乘的阿含、方等之类的经典，就由儒家
还有道家、儒家的道德伦理、道家的因果教义，把它给取代了。大家对于，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儒释道啊一起啊都修得很好，因为大家把儒家啊这个传统文化、道德伦理教义、道家的因果教义、道德伦理因果教义都做到。那么你做到了之后呢，那么你直接修大乘那就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伦理因果教育就是在教人做一个好人，你要学佛，你将来要成圣成贤，甚至于要成佛做主，你一定要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么你没有把道德伦理因果教义搞清楚，把它落实在生活面上面，那么你怎么去好好的学佛呢？所以啊，为什么老和尚这几年他才会一再的提倡道德伦理因果教义，要把儒释道的三个根好好的做好。那么当年呢，释迦牟尼佛20年的阿含经还有方等讲完之后，他接着讲了22年的般若经。般若经主要是做什么呢？再讲个明白一点，那么呢，前面呢是教你要断恶修善，再来般若经会教你破迷开悟，般若智慧。大家都知道《金刚经》，还有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600部啊《大般若经》，这些都是在教我们要破迷开悟，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你了解了之后，你才能够看破妄想。那么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呢，要看破谈何容易，看破需要智慧，放下更是需要功夫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有没有人说我都可以看破，而且还放下？有没有人说我做得很好了呢？啊，有没有做得很好的人举手？事实上，看破放下谈何容易？但是当你明了了之后，你自然就会看破。看破就是看清楚了，你认识清楚了，你都知道了。那放下呢？你都认识清楚宇宙人生的真相，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那么你都知道了的话，你自然就会放下了，没有什么好留念的。那么呢，释迦牟尼佛到最后，啊，这最后还有8年啊，因为前后50年嘛，我们讲49年，事实上前后50年，最后8年呢？讲的是《法华经》，《法华经》就是教你啊，把这个《般若经》上面所学的，把你的般若智慧落实在你的生活上，落实在你的做事情上，落实在你的处事待人接物之上。那么呢，《法华经》也是教你要能够转凡成事，要教你能够成佛的那个经典。所以说啊，释迦牟尼佛当然讲经啊是分，事实上它是有4个阶梯的，前面我们现在说的3个阶梯，那么呢还有一个
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呐、在这个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他在那里定中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定中讲的境界，一般凡夫不知道，以为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菩提树下入定打坐，他是在那边定中对虚空法界，他在讲《华严经》，所以说啊，总共是分四个阶梯的。那么呢，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要教大家要端乐修善，要破迷开悟，要转凡成事，但是呢，大家都还是听得不傻傻，不知道。尤其是我们现在呢，大家直接直攻大乘佛法，你断恶都没有断，善都没有修，所以大家呢，这名闻利养就来了，五欲六尘就来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了解所谓的自性，我们的自性，我们自性是什么呢？我们自性事实上是很光明的。这个儒家里面《大学》这本书开宗明义就讲得很清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第一个明就是动词，把它再光明起来，明德就是你光明的本性，明德你就说你这个德行你是光明的，你的本性是光明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性呢，就像是六祖大师，他当年他在黄梅听到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他开悟了，他明心见性了，他见性了之后说了五句话，那五句话里面有何其自性，不生不灭，这就把我们自性的体，自性有体相用，自性的体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什么意思？就是真心，我们的真心本性，我们的真心。那么大家啊，应该要知道，再来呢？体相，相是什么？何其自性，本来清净。我们的相，自性的相是清净的。那么呢？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也就是说，自性本定。那么呢？我们学佛，大家都知道要戒。定慧有没有啊？戒就是你要好好的依教奉行，坏事不要做，好事多做一点，那么呢要规规矩矩的好好的修。修什么呢？要修定，所有的一切法门就是在教大家要修定，我们所谓的禅定。因为你有定了之后呢，你智慧才会开，所以呢戒定之后智慧就开了，所以说三学，戒定慧三学。我们进入佛门，大家都知道戒定慧三学，对不？是不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得定呢？你看看，你一般人好了，如果他的学问很高深，那么呢，我们所谓的君子，他的修行也很好的时候，
他一定是很镇定的，他遇到事情他不会随便慌乱。为什么呢？我们自信本定，你要定你才有智慧，你有智慧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判断很多的事情，你绝对不会搞错方向。我们常常说啊，我们大家学佛一再的修功德，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就是你的清净心啊。那么呢，我们所谓的福慧双修是什么意思呢？福啊，大家都知道福德，你要布施啊，布施有很多方面，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这个大家都知道。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这大家都嘛知。但是呢，你布施是有福德的，你所谓的布施啊，福德具足。当年这个啊，梁武帝他修了很多庙，400多间庙，他又供养啊，真的是啊，这个出家众，还有他也做了很多的善事。真的他善事做很多，在佛门里面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布施供养，做了很多。但是他问这个达摩祖师，他说啊，我做了为佛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么功德大不大呀？达摩祖师说啊，并无功德。为什么呢？当时啊，听说因为这样子把梁武帝气得很，所以呢，梁武帝就不扶持达摩祖师了。后来达摩祖师只好到少林寺去面壁。后来呢，遇到了第二代传人慧可大师。那么呢，当时如果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说啊，你看我替佛门做这么多的好事情，啊，布施供养这么多，那么我的福德大不大？那个达摩祖师一定会说，哇，你的福德太大太大了，如山高地厚。但是呢，他问错了，他问功德，因为他不晓得福德跟功德之间的差距。那么为什么我们说福慧双修呢？这就是当你修了福，那么你心啊，无我，没有挂念，你心就把它放下，没有任何的牵挂。你布施了很多，你替佛门做了很多的事情，你修了很多的善，可是你心里了无牵挂，你心里面还是一尘不染，那么你的清净心就现前了。心净心现前，是不是就有智慧高起来了？所以说，你布施供养，你修福，福一定有的。但是这个慧，你一定要定。那么要怎么定呢？你就要心要保持清净心。当你啊修福修那么多，你以清净心不着那个修福的相，那么呢，你以平常心，那么呢，你的功德就自然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功德，什么叫做功德呢？我们再进一步说，也就是你的智慧，你的清净心现前，你功德，那么你功德是可以帮你了生死，功德你可以带着走，功德可以啊帮忙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那么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啊，自信体相还有用，就是作用，作用大家可以想知道，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具足什么呢？就是具足德能相好，都具足了。可是呢，它没有显出来的时候，你是具足了。那么当它显
出来的时候就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但是你这个自信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自信呢要修好，不要让我们的自信被污染。如果我们的自信，我们本来是智慧德行的啊，很有智慧啊，德行也很好啊，智慧德相，那么有智慧又有德行，那么相好呢，那么就是像是你所表现出来的，第一个你的身相很好，你的相貌也很好，你的周围环境也很好，你所居住的地方，我们所谓福地福人居，福人居住就是福地。所以说啊，你的周围环境都会很好，这就是何其自信所生出来的万法。当你自信是有具足智慧德能，那么相好就出来了。相好，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诸佛菩萨的智慧德行显现出来的这个相好，他们所啊，他们所居住的啊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华藏世界，都是义正庄严，那都是诸佛菩萨的智慧德行所显现出来的相好。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呢，为什么这么乱呢？那是因为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行，还有这个相好呢，这些智慧德相，我们被污染了，我们的心被污染了，我们的心被贪嗔痴污染了，那么我们的心被名闻利养，被五欲六尘，我们的六根去攀缘到外面的六尘境界，而跟着这个六尘境界在走。所以说，本来你是具有智慧的，可是呢，你却烦恼一大堆，是不是啊呢？对不？每个人心中都有千千结，解不开的结，哇！大家烦恼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呢、要怎么样？要把这个烦恼转成菩提，菩提就是智慧。菩提心就是智慧的心，菩提心，大家要怎么样把这个烦恼转成菩提？那么这个德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心要善，言要善，那么行要善，那么你把这些都落实，善心落实在生活上面呢，变成善行。那么呢，你这么一来的话呢，你的德行啊，你的智慧都很好啦，那么你展现出来的相就很好啊。如果你的心烦恼一大堆，那么呢，你所做的事情又是哎呀，真的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啊恶事坏事一大堆，那么你想要身体健康，想要啊这个相好美满，你想要所居住的地方能够很安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福地是福人居，那么福人居的地方就是福地。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那个地方坏人很多，那么那个地方一定是天灾人祸很多了。那么我们的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就是这样？整个宇宙，我们现在整个世界都在乱，灾难都很多，是不是都是我们的自信没有把它好好的显发出来，我们的这个真如本性，这个没有把它好好的显发出来。
所以啊，什么叫做性？天命之谓性，这是中庸里面所说的。伦理孟子中庸大学，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一本书，他一开始就讲天命之谓性，上天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气禀就叫做性，性就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三字经里面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本来就是很善。那么呢，中庸里面又讲率性之谓道，率性，率性就是什么？就是你按照你的本性去做事情的品德就是道。所以事实上儒家佛家啊都跟我们讲的很多，那么呢，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忘掉我们的本性善。所以呢，我们呢才为什么会在这个啊娑婆世界，在这个六道里面啊，在这边一再的轮回呢？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真的，我们现在我们老和尚一再的要大家要好好的从儒释道的三个根好好来修起。那么我们屏东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很快的，大概再过几个月会先啊一部分的先开幕。我们那边大概有预计要建7000多坪啊，所需要的费用也是相当的大。那么呢，我们啊真的是，我们常常讲求韦陀菩萨帮忙，求诸佛菩萨帮忙，因为我们在做的是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在做这个事情。老和尚说要把屏东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把它建造成一个啊礼义家邦，把它建造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的这个啊礼义家邦的这种啊祥和的这个啊社会。那么以那个地方作为一个点，所以呢啊这个屏东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我们大概再过几个月会部分的啊开幕。那么呢，那个地方就是要落实道德伦理因果教育的。那么呢，现在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做这个30系念法会，希望大家啊都能够以真诚心啊来做这个法会。那么呢，30系念法会是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阿弥陀佛慈悲大愿，慈悲喜舍48大愿来度众生。那么希望呢，大家呢都好好的。我们今天的30系念法会啊，等一下2点钟就会开始了。30系念法会大家都知道是名扬两利的，对于在座的各位，大家都好好的啊，一起。真诚心，那么呢啊好好的念佛读经忏悔，那么呢消这个业障，那么相信呢啊这个啊业障会消，业障消了你所修的福才能聚，业障消了你所修的呢才容易得到。所以消业障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希望大家啊，今天好好的啊来做这个30系念法会啊，业障消了，那么福慧就会现前啊，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我们更希望大家啊，真的都好好的做这个影响众。各位都知道啊，我们在这个法会现场有很多的虚空法界诸众生都会跟我们一起在做这个30系念法会。所以呢，我们更希望
大家都要好好的真诚心啊来做。那么呢，我们更希望虚空法界众生啊都能够啊也是真诚心发啊，要有信，要有愿，还要有行啊，真诚心发，好好的来做这个三十系念法会，往下累劫以来的恩怨情仇，累劫的恩怨情仇全部都要放下，要能够看破，要能够放下，要能够好好的念佛，好好的相信有阿弥陀佛，好好的相信有西方极乐净土，好好的相信阿弥陀佛慈悲大愿接引众生的大愿，那么自己更要好好的相信有往生之分，那么更要好好的发愿往生西方净土，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还要行啊，所以好好的念佛，好好的啊求生西方净土啊，我们也希望啊法界众生啊都能够好好的啊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阿弥陀佛慈悲接引，那么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做这一场三十系念法会。那么在座的各位啊，今天啊，我们啊马上法会就要开始了。真的，大家来到这里都是相当的有福报。那么我们珍惜这个福报，那么我们再更加的好好的修持。那么相信呢啊，大家都会福慧双修啊，功德圆满。那么一切都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吉祥如意。那么谢谢各位，感恩各位，阿弥陀佛。陈总裁长期以来对于佛陀教育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全心奉献并大力支持，让我们一起跟随陈总裁的脚步，共同秉持上进下空老和尚的谆谆教诲，敦伦尽奋，老实念佛，身体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精神，让我们的善心、善念与善行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正向力量。从事业务工作的一尊师姐，她常笑着说，华藏卫士让生活变得更圆满更踏实，因此不论工作多么忙碌，只要法会期间一定会看见她神采奕奕地穿梭在活动会场里。华藏卫士就是第一次南下到高雄，在巨蛋、巨蛋那一次，所以我才接触到华藏卫士念佛这个领域，因为就是之前都是在家的师姐那个一个道场比较小，只能在那边念佛，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只有这样，就是来这边这几年，就是三四年学下来，就是自己学的非常的多。
自从参加殊胜无比的三十信念法会之后，一尊师姐开始研读经书，并且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之前不会去涉猎这个读经典，那从进入华当这个之后，在听老和尚的讲经之后，就是第一个就马上去读无量寿经，之前是不会，只有念阿弥陀佛，现在都不知道。这几年读下来，自己从无量寿经这个之内，就是能自己使自己的心更定，遇到一些事情的话会再去思考，而且会有一些智慧出来，就是不一样。之前的话脾气比较暴躁，那现在的话就是什么事就会再去想一下，不要再生气，不会的，就是讲话会比较柔一点。在工作方面的话，就是人员方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属于业务方面，那人员方面的话也非常的好，就是所接触的都是比较正面的，没有负面的比较少。而且现在的我跟以前是不一样，脸也就是相由心生嘛，就是这个相的话，就是我们的外貌的话会变得有点更漂亮哦，而且会脸上会时常挂的微笑。遵从上净下空老和尚的教诲，一尊师姐将读经融入生活，因为生命中有了佛法，人也变得更加喜悦。于是他发愿要将这份喜乐散播给更多人。因为假设今天我吃了两部无量寿经的话，我今天的精神饱满，非常的精气神什么都有。今天没有吃的话，可能会好像没有吃饭一样，没有吃饭一样，就是比较思考方面可能不会比较那么灵敏，差很大。因为我们有在上班的话，跑业务的话，今天没有吃的话，就是有一些外来的因素会突然会很多，就是接触到就是一些抱怨的啊，或者一些比较不如意啊，会出现的比较多。像朋友的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出生的话比较容易哭闹，那我就是告诉我朋友说，我这一部念佛机跟你结缘，你就是选你喜欢的哪一个音调，就是让小孩子去听，他听了之后就比较安静。参与华藏卫视志工活动之后，一尊师姐深信施比受更有福，只要自己多为社会尽一份心力，多传递一份善的力量，就能够帮助世界消灾解难，让社会更加和谐圆满。应该是两年前吧，我们高雄的水灾太多了那我们华藏卫视都是有在实际做这个，而且是那一年又实际做了好几场，真的是对我们高雄来讲真的是受益，真的。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的话，就是水的部分都比较多嘛，那有我们这么好的，我们华藏卫视文陈总裁提供这么一个好的，就是让我们来参加这个念佛的地方的话，真的是改变的非常多。对我们高雄来讲啦，对我们有在念佛的人来讲的话，我们都会感受到的。老和尚一直讲说，一个人念一千句的佛，跟一千个人念一千句的佛，那个是不一样。所以说来参加法会就是来感受，一定要来感受。只是在旁边想那个，没有去经历的话，那个都是感觉不出来。就是参加这个法会之后，你个人我们的一些身旁的冤亲债主，我们的所遇到的，我们的一些障碍就会比较少。我是觉得这样。